岳师傅今年作品没出过，嗯，看能不能保持下去。可以的。最近有空练 cipher 吗？啊？有空练 cipher 吗？最近啊。等这场结束应该就还好。不然的话要直接进池子里掰头了。啊，没事，这两天凯哥有练。对，是。好的，知道了。好好。因为前面技巧是那种暗暗戳你的那种感觉，就是又有艺术性，然后又有难度在，然后后面音乐梆一下起来了，就直接就炸了，艺术把状态弄出来就行了。嗯，他这个意思是憋住气，就是还要干净。所以最后你发泄出来吗？那个音乐一丝一丝那一下也发泄出来。我是打成这样了，到时候明天把这全部拉完。炸了。叶师傅他们撕衣服的地方有没有看见？HB 的那个作品有视频吗？就是那个，我直接炸了，这音乐真的炸了。你之前布布的是看了吗？没，大概看了一下。你站前一点，对，凯哥在他没跳出来的那种，但是也还是不想让他进 battle 里面。但是我已经没有办法任何办法了哈。对，那就我们加油了。好，拜拜。Ready? Yeah, I'm ready. Body's okay? Body is okay. Don't worry. We are fighting. Okay, ready. It's okay. You might touch me, so better. Okay. Wait. Just crush. Wait, of course. Okay.